续来欢迎这边啊，是咱台北谢谢有名的咱小领导啊，后生咱的小团啊，咱的团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台北协灵堂我们的小法团啊，小法团呢一般都是担任我们神教后面啊，这个属于诵经的一个服务，在神教神明上面的唱诵。北艺，我们协灵堂，接下来我们敬献饮料。好，接下来要恭迎是我们的，一样是协灵堂小法团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尽量压缩时间，再拜托我们小法团同仁啊，帮我们压缩时间哦，谢谢你。
有接触的庙会朋友们，大家都知道呢，我们协林堂的小法团呢、啊，可以说是这个名震南北啊，非常有名的这个小法团的团队啊，再次感谢咱台北协林堂，咱的奥尚，咱的小法团。